尊厨易得购，厨具购物网，汇集世界知名品牌，你要的厨具精品都在尊厨易得购。这一台是 ASCO 最新的产品干衣柜，好，型号是717。干衣柜它是很特殊的一个产品，好，因为它是主要针对，比如说家里有一些高级的衣服啦，好，皮件啊，精品啊，好，可以让它收纳在里面。那它，因为它的设计有一个自动的排气、净排气的一个系统，好，我们称作会呼吸的一个系统，它可以让里面的湿度保持到一定，好，那降低，譬如说皮件，好，或者说衣服的个受潮或者说发霉，因为台湾的气候是比较潮湿，所以很多人会发现说，哎，它的皮件可能过没多久就很容易发霉。那有这样困扰的时候，像这些精品就可以收纳在这个干衣柜里面做一个烘干，好，那像比较精致的衣服来讲，你丢到烘衣机去烘，好，它会有一些变形的问题。那挂在干衣柜里面，它可以保持一个定型，让衣服不会走样。好，那像譬如说皮鞋啦，好，或者说围巾啦，好，这些鞋子都可以放在干衣柜里面做一个干燥。它是可以有定温的一个设计。好，那每天不定时，你可以做一个时间的设定，让它可以自动好启动烘干。好，那它有一个除气跟喷气的一个设计，就是说有时候衣服上有异味，那可以用这个程式让这个衣服上的异味把它去除掉。好，那它可以设定高温或者是低温这样一个程式。好，它操作是非常简单，但是它的功能很强。好，这个是目前市场上很特殊的一个干衣柜的一个产品。好，谢谢。这是最新的洗衣房的概念，它可以结合干衣柜、洗衣机跟烘衣机，还有这样的一个工作台，好，做一个整体洗衣房的一个搭配，好，可以上下这样叠，或者是说并排的设计都 OK。 好，那这个就是目前市场上很流行的一个洗衣房的一个设计，请大家参考。Centos 西班牙顶级厨具。